我们现在积51分，少赛一场，落后排名第五的雷霆2个积分。现在排名第七的谢周三呢，也是2个积分。另外有观众说，我左上角大家看那67了吗？那是董事会对我教练工作的满意程度吧？满分是100，最低是0分嘛。然后好像说60分以下就有被解雇的危险了。但董事会好像对我目前为止唯一不太满意的呢，就是。其实还是财政啊，但是财政赛季没有结束嘛，不知道为什么一直不满意。而且我们转会预算明明比他要求的还高呢，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不满意。还有就财务状况，你在这个概览里很简单嘛，但是你去细节里，你可以看到很多东西。我们其实挑费最大的倒不是球员的买卖，180万才赔了180万，对不对？但其实球探网花的钱也不少。球探网花了差不多600万的样子，青年设施也不少花钱，这个赛季200多万，这些都是挺多钱的。青年设施就和你这个青训营里有的球员数目是相关的。下场比赛对诺丁汉森林是客场，然后转过来是主场对狼队，所以我想用替补阵容自己踢，然后再下一场回到主场呢就可以模拟。你为什么不倒地？你为什么不倒地？格雷跑啊！这种机会你都不跑，看星星，玻璃速度，裁判，骗过电脑，1比1战平，就还好吧。主场对狼，我们换到首发阵容模拟过去吧。狼队状态也很一般嘛，跳过2比0，哇，模拟终于又开始赢球了，耶！加米森又进球了，巴勒波也进了一个，不错。西布朗姆维奇主场，问题是西布朗姆维奇是排第二，布朗姆维奇最近状态一般，负胜。跳过2比2战平也可以接受，毕竟人家排名比较靠前嘛。这次终于不是我们射失点球了，对手罚丢了一个点球，里弗斯替补上来进了一个，还不错。珀洛波又进球了，珀洛波现在感觉替代迪奥塞，迪奥塞开始不进球了，而且珀洛波我设置的还是拖后，迪奥塞是杀前。戴维斯起石，后来戴维斯可以不用练了，就是我这个青训营，我准备裁人了，你们好好表现哦。70打86，再见。班尼对主场对班尼，我们现在排第五，班尼排第四。我们还是模拟过去，我现在主场，最近踢的比赛太多了，提高一下节奏。邦尼最近状态一般，3个平，那不代表我们能赢人家。跳过，邦尼4个平，我们也2连平了。戴科呢，这次点球罚进，还不错。迪奥塞这回轮到迪奥塞进球了，2个后腰。至少每人保证进一个球，每场比赛也不错。最近对手这么强，接下来又开始碰这个排名第一的诺维奇。打阵容，看看加比森能不能再完成一次帽子戏法。第二赛一好机会没有射好，堆奸细！我让你解围，你往哪儿解？差半米很正常，很正常，不会让我接到。
后卫直接被撞开，然后撞开之后一个后卫补过去，一个往那边补，人家一个一个往这边传，我人还没换完呢，球又进。真厉害啊，脚跟垫出来一个半高的球，然后前锋抽凌空抽进去，服，又是找我要合同然后不续约，你们有病吧，不把你卖了的。下边对利兹联赛客场，然后转过来是主场，所以这场客场比赛我们还是自己踢吧，用替补阵容保证这个模拟时候首发阵容的体能。哟，我都回去了，我要不往前传，你们出来。这张牌吧。那吹停比赛意义是什么？这都不给牌。这是射门吗？又射对方腿上了是吧？莫瓦特、伍德，你们都还好吗？这平的比赢的和输的加一块还多，那平17场，七个球到87，再见。这几个也很一般，75到89，你也再见吧。这两个给你一份合同吧。你要有四星就回头把你签了，三颗星 skills 行了，可以走人了。当我们从来没见过。哇，这个对手最近状态不错，我们该输了吧，应该不会再拼了吧。跳过2-1，终于赢球了，终于只丢了一个球。边后卫进了个球，这和妮妮进了个球。哇，机会机会，最后一次机会，玻璃，哇，对面状态这么糟糕，三连败啊，我们给他第四次好不好，加油，2-1，耶，加米森没开二度，我现在只能靠模拟比赛赢球了。奥加拉，你要干什么？你都效力3-4年了吧，还没适应啊？英语这么难学啊？我们凭这么多，竟然维持在第5，主要前4名都一骑绝尘去了，就剩下我们这个第5名到第8名在这来去干，不容有失啊！我要让体能彻底挂了，换个替补阵容吧。客场对 QPR， 安东西前锋好，玻璃下来，波尼亚踢这位置，他真敢下脚铲啊！然后你才给他一张黄牌，波尼亚罚这个点球，加油！还是偏开了门将，电脑多摇杆都太凶了，要是再不进球，标题都想好了，两个点球。2-0，戴维斯，但其实我是在控制这个格雷的，戴维斯自己顶进去了，我什么都没摁，我摁射门，但我在控制格雷。其实这个球是电脑自己进去的。
伯利终于进球了，3-0，终于赢下这期第一场球了。看看我们竞争对手有没有赢球，谢周三是不是我们竞争对手？谢周三确实也赢了，但是我们有机会追上邦尼茅夫，邦尼茅夫比我们多赛一场，下场比赛对卡迪夫城，我们还是模拟过去吧。主场卡迪夫城状态一般，2-1，4-1，跳过2-1，第二赛玻璃不错，谢周三也赢了，班尼茅夫也赢了。不过我想说的是，下场比赛就是主场对谢周三，肯定踢附加赛，如果能赢的话下期再说吧。